夫人今天想吃红焖羊肉，大哥去给他整点，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大家也是哈。就谁能想到哈，就这个疫情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边，快递也收不到，什么东西也买不了。今天继续去粉丝这儿买羊肉。这儿啊，对，这样应该够吃，能到这儿吧？能，依赖了到那儿能。切成小块的直接炖。嗯，这羊肉。羊肉啊，一定要冷水下锅。这个羊肉特别 nice。夫人，哎，老公，你正在做吗？对，你来吃了。最后来就兑盐，水开以后小火一个半小时，啊，出来吧！哎呀呀，你还不想出来啊？你还不想出来啊？去跑一圈去吧！来，你也出来啊！黄烧肉过来，这个就叫做撸猫，这个猫可喜欢让人撸了。腰包好多啊，呀，真的是有肉肉耶。哎，这个肉好香，看着就不错啊，好香啊，再来泡一桶。出锅喽，大家看一下我做的这个红焖羊肉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食欲？哎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哎呀，这是夫人泡的这个叫我的天哪，这里边肉很多，我们俩是小贝的粉丝。来来来来，夫人先尝一下，大家看没，这个肥瘦相间的啊，就特别好。先不说别的，先来一块。嗯，味道不错啊，是吧？可以，这次炖呢一个多一点，如果再炖时间长点它会更烂。现在就很好，是吧？还有可以蘸上韭菜花。可以吧？好吃，手艺越来越好。嗯，另外呢，今天是我们俩结婚纪念日，我忘了，我们羊肉就当补偿你们。哎呦呦，你们感觉是不是太草了？我为你做了红焖羊肉，你为我做了什么呢？比方说，我为你泡的粉儿，这可以吗？来，我继续吃肉，好喝。夫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羊肉。果真这羊肉还是肥瘦相间的好吃，是吧？嗯，我买的时候啊就说你不要太瘦的，肥点的挺好。嗯，怎么样，这个粉丝啊，他家卖的特别好，他羊肉。你去他家买的吗？嗯，特实在。
看见没？就这种肉啊，万能蘸料。这样看着好好吃。来一个。来，我这样。吃那个脑花啊，然后小酥肉啊，就蘸这个料。是。这块太大，吃不了几块就饱了。但是块大，吃着起来贵呀。贵。这个羊肉啊，要和白萝卜一起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然，通气吗？羊肉是热性的，然后胡萝卜是凉性的，一中和，完美。我最喜欢吃这种，一抹就下来了。品种成一根一根的，哇！嗯，今天是吃羊肉吃到爽。哎呀，嗦粉也嗦到爽。很辣吗？啊，是。不辣呀。你能吃辣，我不太能吃辣，反正要比湖南羊肉要辣。好想再来一块羊肉。你要找块小的，你给我找个小的。嗯。打个嗝还能再吃一点。全都大块的，我给你拆一下。哎，这块，哎，可以吧？可以，真棒。就喜欢吃这个，吃了饭干嘛去？下海鲜。去哪儿？门岗还有村里边。我们家的门岗吗？嗯。小肥呢？去献爱心了。